詹姆斯法新社记者年鸟云综合报道，近期吞下四连败的骑士，经客场迎战巫师，赛前主帅泰伦鲁 Tyron Lue 和詹姆斯 LeBron James 两人聊起球队近况，皆信心满满的表示，即便处于低潮，仍会找到突破方式，也庆幸这样的困境是发生在一开季。身为主帅肩负球队战绩压力，泰伦鲁面对媒体提问，先是开玩笑说自己已经好几天没睡，也与教练团们积极找出解决之道，我想这会让我们变更好，提早在球季初遇上这些困难，胜过在球季尾声打季后暂时出现低潮。但他强调，球队确实处于艰困时期，也没理由找借口。身为球队领袖，詹姆斯坦言，球队确实面临困境，也明白球季间难免会出现阻碍，我们都很惊讶现在就出现困境，不过既然遇上了就面对，再看我们如何去解决。